被两只小强爬胸口，吓到狂尖叫，快发疯。邓紫棋身穿蒙古袍，日前到内蒙古开唱，在感性的 talking 环节换了件婚纱，结果竟然来了不速之客。你知道吗？小时候通常会有一种恐惧无助。有虫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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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虫子，对，你们吓我这么我看见了，不能，喂，走了没？走了吗？还没，不是吧？好大，我好渺小，连一个虫子都害怕，怎么回事？他好像很平安的样子，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，让他跟你们一起听歌，好吧？全场都在沉浸式找虫，实在太荒谬。小强危机各种吓歪邓紫棋，让他唱歌唱得胆战心惊。结果这边的小虫子走了以后，那边来了两只新的。